Abraham 細佬，屌你老母臭花氣，香港秋風起啦，等我哋返返九把大馬路門牌29號舊樓，中華民國13年農曆甲子鼠年4月29日禮拜日，開張果間南唐酒家，拆返啲知音報信嘅燉品啦。好似生湯果子梨、紅掌、鰻菇、竹絲雞、海狗和花雀、太湖蜆、水鴨、水魚咁。記得提我點返碟佢哋嘅撚手菜式，鳳掌扒爆片，剝晒骨嘅雞腳，配埋東洋網包，用高湯炆到淋一淋，真係夜味，要當佢係女人喺水咁奶乾淨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你講去嗰間掛住對咁嘅隊。见伟业于港，识些事父劳。点解唔俾多日两毫主笨碟钱？坐上十扭天棚过树，天棚又落长相变，笼中菩提架，稻草亭唔怕俾热斗晒撑，有水族箱、假山、荷花池、小桥、高脚木屋、喷水池，种满奇花异草，有山景海浪睇。有女伶唱嘢，鬼佬玩魔术，仲有四副科学模型。唐宫是神居，即系上莲宗；水力制造居，即系水力中米机；走马灯，即系游乐场旋转木马；反光镜，即系果啲潜望镜。经几块镜折射返第二度啲影像返嚟，好九个制噶。Abraham 细佬，点止呀？天台仲有个动物园仔，有袋毛、驼背细鱼、梅花鹿、水獭、大蟒蛇、竹丝鸡、丹顶鹤、白鹤、灰嘴和谷。中华民国17年暑假，南唐酒家转手，新老世改名做大话酒家，一直都有天台游乐场，做到老白头打到落嚟香港自执。